1936年的蒋介石可以说春风得意，得知陕西红军主力20000人被国军围困在一个县城里，随时可以将十几年的剿匪毕其功于一役，兴奋的蒋介石决定亲自前往前线督战最后的战斗。小部队中队员咱们打什么呢？共产党我们可以谈吗？所以后来谈，这是我的主张。那不坐下可以谈吗？不是不能谈的事情。你这何必呢？我很，并且我跟蒋先生说，我蒋先生对这件事情对我很不高兴。张学良抗日心切，苦见蒋介石立即抗日。受到蒋介石严厉斥骂后，张学良在一时愤怒之下，联合杨虎城忽然发动西安事变。事变第二天，远在清华大学的闻一多暴怒如雷地走上讲台，横眉怒目地扫视全堂后，厉声问道：国家是谁的？是你们自己的吗？又如对着仇人控诉一般地说：真是胡闹，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，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，这还成何国家？我要严厉责备那些叛徒，你们这样做是害了中国。假使对首领有个好歹，那么就不必再想复兴，中国也要退回到民国20年前大混乱的局面，你们知道吗？并厉声责问台下学生：谁敢起来告诉我，你们做得对吗？你们这种捣乱不是害了中国吗？停了许久，闻一多又说道：今天我可说话了，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，领袖绝不容许你们妄加伤害，今天我可说话了。事变一爆发，当时许多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，人们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张学良们的行为，因而纷纷对张学良们发出非议、谴责、声讨。在事变次日的日记中，朱自清写道：得知张学良在西安扣蒋消息，唯详细情形仍不知，此真一大不幸。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希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，广大民众也唯恐事态恶化。著名国学家叶曼先生在2011年的一次讲课中，回忆当年西安事变后，所有老百姓都很担心回到军阀割据的状态。他记得他妈妈那一段时期每天磕头烧香求菩萨保佑领袖顺利回来。原来指望西安事变获得抗日心切的国人支持喝彩的杨虎城和张学良，没有想到遭到全国人民的抗议，他们忽然发现自己骑虎难下，已成火炉上的人。张学良在扣押蒋介石后，查阅蒋先生的日记，发现蒋介石在日记中表达了与日本势不两立的决心，并有一个长期计划，得当时急需我国的钨矿作为交换，德国将装备80个德械师，一旦时机成熟，发兵收复东北。而东北正是张学良的老家。东安省素来是中国的一部，在历史上可以考察的，同新英格兰在美国的一部一样的。现在有3000万人民在东三省是他们的故乡土，所以他们这3000万人民有99分都是中国人，他们也愿意为他的乡土而奋斗，就是剩一个人他们也很愿意的。根据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朋友美国人端纳回忆，蒋介石在被拘期间置生死于度外，不失威仪风度，居然动辄当众斥责张学良。张学良却表现得像个做错事的小孩，任凭蒋介石斥骂，常面露愧色，无语而退。1936年12月25日，蒋介石平安回到南京。
这一天夜里，南京城鞭炮声通宵达旦，市民们以此表达庆贺之意。西安事变前，蒋介石迟迟不抗日，被主战者骂为胆小鬼。蒋介石当时不抗日，真的是胆小吗？当年蒋介石参加东征时，身上挂满手榴弹，每役都在前线指挥，甚至带头冲锋。蒋介石的胆识过人，骁勇好战，得到国民政府高层一致认可。那么，如此好战的蒋介石，为何迟迟不愿对日宣战呢？蒋介石在当时啊，一直是在拖延时间。从他的角度呢，是想避免与日本正面开战，因为在当时啊，中国的这个国力和军事实力和日本相比较来说，确实是处于劣势。1933年6月3日，曾在日记中表明心迹：“我屈则国伸，我伸则国屈，忍辱负重，自强不息，但求于中国有益，于心无愧而已。”不过，客观而言，这个协议确实将日本全面侵华的计划延缓推迟了4年，为中国赢得了一定的准备时间。在当时背景下，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也是赞成委曲求全、争取时间的。西安事变后，蒋介石对国民党元老张放说：“安内才能攘外，他们不明白我的意思，而出此下策。我的日记里有计划，风声透露出去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要升级了。目下这个烂摊子，怎样对外？张扬掀起这样的风波，真是坏了我的大事。”在蒋介石日记里面，他希望6年时间训练60个师，他觉得60个师就可以跟日本打仗。同时修订陆军法典，把武器标准化，然后设立兵工厂，扩充飞机，公布兵役法，开始征兵，修建公路、铁路等等，同时派人到各国去争取外交支持。那时正处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黄金十年，国民政府那段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居于世界前列。所以后来很多历史学家纷纷惋惜，西安事变可能打坏了一盘好棋。如果再推迟2年抗战，此消彼长，中日很有可能战而胜之，不至于陷入8年的大半个国家的沦丧。史学家许卓云曾对此评论说：“当时中国在选择抗日的时机上还是太急了一点，是因为1941年珍珠港事件，美国对日宣战之前，中国的抗日战争基本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援，实在是孤军血战，牺牲太大。8年抗战，中国军人阵亡300万，平民丧生1000万。”毫无疑问，西安事变把全面抗日的时间表提前了。虽然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认为这对日本人有利，抗战的惨烈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，中国从各方面都准备不足，抗战2年就导致大半个中国沦陷。历史功过是非，后人很难追溯评述，但是有一点似乎可以断言：如果不是珍珠港事变，美国参战，国际支持中国，那么中国为抗战最后胜利付出的成本还要大很多。